起了鸟儿有虫吃，在麻坡把口深深，找起了吃货有炒果吃。这家位于住家的传统潮州黑色炒果已经有半世纪历史。所谓的黑炒果，就是加入黑酱油，把白米果炒成黑色及略带焦香味。每天清晨六时许，就可以看见许多人在排队打包炒果回家当早餐。排队找好位，等多久都无所谓，黑炒果等你来排队啦。八九早餐的美食，觉得它的口味是怎样？很好，口味很好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啊，好吃。是怎样好吃？它很香咯，我啊，弄个脆脆，我喜欢咯。它的味道很好啦。